跑进小姐房间去了。 Thank you.
归德府就没有一个人能够制服他。啊，我倒想起了一个人。谁？此人浑身是胆，智勇绝伦呢，江湖上黑白两道远近知名啊。到底是谁？哎，灵宁县县捕头崔立忠。 崔立忠，这一次你一定要救出小姐，将人犯捉拿归案呐！哎，久闻崔捕头能力高强，办事敏捷，哎，你这过奖了。哎，这一次的案情重大，尤其事关知府千金的生命存亡，非同小可呀！要是你有什么差错，哎，你跟江知县。 杀死了丁教头，嗯，他杀死了丁教头，还将方师傅的女儿给抢走了。哦，刘娘子，在，你看怎么办？截住他。
我们可以把小姐先救出来，把她送回府衙去，哪怕方知府不把教头的高职再交给我们。对，那我们又有靠山了。对，杀了他。哎，对对对，杀了他。对对对，杀了他。对，哎，快带人马把他围住。对对。可是王建恒这小子既没有参加帮会，又不属于任何门派的，我们上哪儿找他？
不行了。胡说。过去就是黄龙镇了。过了黄龙镇，我就放你回去。可是我游客。什么吃的没有，大爷？我们这还没有开市呢，随便什么都可以。我进去看看。吃的东西，东西并不好，只是你太饿了。有一年我家乡闹饥荒，几百里地长不出一颗麦子来，我们连草根树皮都啃过。我看你不像。不像什么？
坏人。难道我是坏人？你是杀人的凶犯。你有什么打算？过了黄龙镇，然后翻过大雪山，到苗疆去。你喜欢那儿？那是一个没有仇恨的地方，在那儿我可以过平凡的日子。会不会再杀人？废话！你生气了？衣服。是男人的。我想，大小差不多的。回首，这不就认识了吗？啊，小姐别怕，跟我们一起吧。哎，哎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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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你在归德府杀了我们盘龙寨主的结拜兄弟，谁？丁教头，丁七的。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。哦，哎呀。
老叫花，你叫什么？年轻人，你又错了，我的事不用你管。哦。王法，你就是逃到了天边也逃不掉的。因为你自己的良心会告诉你，你做错了事了。你废话！年轻人，你火气别这么大呀！要是跟我打架的话，那你可找错了对象了。我这把老骨头可不是你的对手啊。我就不明白，你苦苦缠着我到底是为了什么？上瘾啊。恐怕你还不知道，你的头已经值5000两了。你为什么非要找死你才甘心？我就是希望你不死，所以才要你带着小姐回去了。如果是受了知府大人之托想接小姐回去的话，那就请吧。哦，原来你没有伤害小姐的意思啊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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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好办。你们在这等着，我去弄辆车来啊。莫名其妙。
伤势还没有好，不能喝水。记得我吗？恩公别来无恙，在下无时无刻都在惦着你。既然还有感情可谈，事情就容易了。不容易。哦，我要逮你归案。又是一个贪图赏银的家伙。赏银是小，在下是在衙门当差，我这是维护王法。恩公要是明辨是非，就应该什么叫应该不应该，什么叫是，什么叫非。你如果是明理的人，就应该放了我。这一点我做不到。恩公要是有什么理由，不妨到衙门去申诉。衙门是讲理的地方吗？告诉你，不是。小的实在没有私通盗匪，那些都是丁捕头，都诬赖我的。小的一切都是冤枉的。哼，这面是从你家里搜出来的盘龙寨旗，就是你通匪的证据。啊，那些都是丁捕头强迫弗莱克站的老板偷偷放进我家里的。传弗莱克站老板在那儿。要把弗莱克站的老板传来，令尊大人的官司不就真相大白了吗？呸！传人问话根本就是个阴谋，你们做官的人还不都是官官相护？你放心，我会照实说的。我还有老婆跟孩子，我还指望我的子孙以后发达，我不能昧着良心做事。你放心，等青天大老爷上堂，我一定会说你是冤枉的。你放心好了。和溥仪杀，企图逃走。好大的胆子！Thank you.
你说，该杀不该杀？他是该杀的，不过应该由衙门来判处。那要证据，我到哪儿去找？我很同情你，用不着你的同情，我的事自己了。现在大仇已报，心愿已了，我王建涵已经可以告慰先父在天之灵了。你可以把小姐接回府衙。恩公，你也得跟我走。你不是在说笑话吗？不从命的，王法难违，在下只好得罪了。恩公，请你跟我走。你杀了我好了。我无权杀你，我被你捉回去还不是死？如果我有权杀你，为什么不放过你？我不走。笑笑大牙嘛。
不能歇一口气儿吗？恩公，你还是跟我走。好。小姐已经被盘龙寨的毒娘子劫走了，你们两个还在打什么？盘龙寨主不但剑法厉害，这漂亮的姑娘也很辣手啊。恩公，这个回合你赢了。小子，机会难得呀！你说什么？啊，溜啊！我为什么要溜？嗯、啊？难道你要等崔捕头再回来？喂！现在你认错了。Thank you.
别动歪脑筋了，大哥，按计划进行吧。说哪儿的话？把小姐交给府衙，跟方知府做一笔不小的买卖，也得慢慢来呀、啊。你别忘了就成了。不过，怎么样？这小妞儿实在太美了，太美了。大哥，嗯，大哥，不好了，怎么了？书房给翻得一塌糊涂啊！丁教头送来的信件给偷走了，管他呢，反正丁教头已经死了。官府能把我们盘龙寨怎么样？不，这很严重，万一给方知府知道了，我们的大计不就全完了吗？嗯，听着，是，大家分头探查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走。是要我放了他们？怎么？不愿意？也好，那你回去劝劝你的方知府，告诉他，叫他把武术教头的官职交给我们盘龙寨人。他们父女自然可以团聚。这一点我姓崔的办不到。那你想带走知府小姐的事，也就麻绳拴豆腐，别提了。那就只有在舰上来解决了。
Thank you.
亲家们担心死了。恩公慢着，
要拿你归来。多久？也许十年，也许二十年。